这落的来了，来了，啊、来了，这落的了，这个入境了，啊，进去了，哎，会优雅一点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优雅一点，现在好飞吗？好像很好飞呢，也是，好像很平稳呢，哎呦，不错呢，请告知左右的边界，哦。均衡的，你可以飞近点，你就是在框框里面，你放心。好，出去的，回来，我进来。哎呀，托我拜托，提些物件，我那个揢在顶管。没安啦。揢些纸板。纸板呀。啊，迄个内底只白色上来底，啊。你就不要这么故意做特技，你就顺顺的飞来飞去就好了，按照这种感觉。有那个火烈呢，很暴力的飞法。你那么远只看到个黑点，你那么远只看到只苍蝇而已。一缩之后，要远就远像一点。一缩之后，就是像苍蝇。好，靠近了，对，靠近来，好，还有看到飞机的样子。航道正好是稳一点，你再绕一圈哦，才不到，你绕了十秒，一缩才成一秒而已。哎，好像很老飞了呀。哎，不会。啊，你计划那订单哦。剩十几块脚架汤了，十几块脚架汤了。我靠！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哇！好像折叠啊，那个会不会在高处？嗯，什么感觉？你怎么卖刀飞啊？他们刀好贵的。也是。还让我提醒你，倒飞厘米。你要从飞困难，然后飞出去，那个线路从正面这样慢慢飞出去的感觉，不是苍蝇。转硬硬硬，哎呦，今天火来了，又打没啊？啊，慢慢飞出去，嘿，就是飞。不对啦，不对啦，啊，去啊，叫叫叫叫！你看，叫叫去。啊，你还有一台哦？啊，这边不是假，哦，不是假，刚刚飞啦。这个电变在没有电的时候，它有没有电的放哪里？它叫七点四小号的。中飞行，啊，落雨你相机啊雨，无你嘛少扎个啊一下，足麻烦的呢，啊水足麻烦的呢，嘿啦。我的纸板，
好，这来中心还太轻，还要在前面。对，中心太轻，难怪捕风的选型要拍片。你这机机那这样子不错呢，很漂亮的呢。哇，大鱼，啊，神奇！较近的好不？较近的会使不？老爷，你不搞起只相？系啊，够相机。大有落啦哦！哦，那个垂直动身要做高一点，不太够用。小李，我现在要转了，转不太过去。哦，啊，右转的转不太过去，本来右转就比较难转的，啊，要做高一点。不准，不准，不准，不要把靠，不要他相机无能咧，搞单土的吼。好像很好飞呢，哦，好棒哦！哇，他搞的，他搞啊！哇，你这转转不过去，真是的。这转转就很能转呐，没有我那一台，现在做高一点都不会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也无好。啊！大汉他不会再来了，相机底下连续空空啊！你烦了，你走开了。想进的，嗯，是真的呢。哎，大汉，嗯，我看二尖山应该还 OK，嗯，我觉得他已经在云雾里面了，没关系啦，你看看那个，这个电子飞完之后，我再把它拿下来，这有音符呢，你看音符老慢，你看对面的啊，这里老速度慢，嗯，无阳光了，哦对，嗯，老阳光滚下去，哦，气候变化。来，走，行，啊，好，你加载我有炸一点，啊，一点要，要上班啊，要上班的，当然来咯，那是当然的啦，走，来，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右手，先打哦，对，喂，你看嘛，要入境去看。我那天弄不一点，靠呀！你起码这边得开啊！来，我别啦，来，叫拖杆去啦！我去啊！直接割手嘞，割手等会割手去看。好什么啦？打开啦！我这人我较贵，你这人较俗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啊？爱闪闪光灯啦，等下。爱闪光灯吗？来啦，系啦。一定系吗？系啦。啊，我就补光一个。这什么路条漂亮啊！哇，敢规个水哦，你嘛嘿啊！较拜托个，看啊，你相机啊！我有知，我有知，我有知，我有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等你咯！哇，你相机啊，你动了就我动了。我老阿公，我爱相机个。那是因为大汉要拍这个影片，要不我你唔敢敢拍了啦。苍蝇，真的是前前后的战机呢。慢速，慢速，一定乖掉，一声堕落。一定，一定安尼死吗？这还不乱了呢。你没发觉它可上可下？你敢看？你敢看去搏命吗？哎，这就是要。盘上盘下没有那么简单呢，我让它上就上，让它下就下。不要倒飞，要搞这么不要啊，我忘记了。
镜头还是有点湿的。开玩笑，是吧？我切得了。哎，去十分钟啊嘞！啊，十分钟啊嘞！我是嘛，已经拍摄了。啊？你熬夜嘞？十分钟。看地方啦，好个地方吧。好。我觉得黄色变色，辨识度真的很好。无，我讲啦，红色这个天嘛真好，红色的。动力。哎呦，哎呦，我。你也吐啊？哇！一阵转，完全拢无声的，一阵执行暗杀行动了。哈哈哈！啊！放手。呀哈！我先搞，我相机底下才得打落。呀哈！这个方向舵也舵量啊，这个大嘞。